想，我哋能够见到耶稣显圣容嘅时刻，我哋都好想能够觉得到活水。上个礼拜我哋就好似个盲眼嘅人一样，我哋获得光明。今日第二个主日，我哋好想话俾自己听，耶稣系复活嘅主。所以呢几个主题，我希望我哋时都留喺我哋嘅脑海里边。我哋作为人，很多时候咧被外界嘅事物所困扰，往往我哋变成一个失明嘅人。我哋往往我哋唔识得去寻找个活水。喺我哋生命过程里边，我哋所见到嘅都系庸俗嘅嘢，我哋见唔到耶稣光辉嘅一面。喺更深嘅，很多次我哋都遇到好多嘅诱惑，我哋又见到喺诱惑当中，或者好似今日呢个福音里面所提及到嘅，我哋失去咗我哋嘅生命，我哋远离咗上主嘅生命。所以今日我想更加提醒大家，死亡系一个具体嘅事实，我哋大家都好怕。可以告诉大家，生命比死亡更加容易入定。或者我们可以说，复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我们肯接受这个挑战，我们愿意接受这个复活呢？你今天会看到耶稣活了那一阵，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圣经里面讲到耶稣拉着坟墓出嚟，这个就是个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地方嚟嘅。其实好似上个星期一样，上个礼拜我同大家分享下嘅就系，当一个失明嘅人，佢能够重获光明，我以为呢个就是我段圣经里面嘅结束嘅地方，反而就系一个人获得光明嘅时候，佢就开始另一种嘅路程。另一个嘅课题，所以同样今日耶稣活咗拉撒，并非系呢段圣福音嘅连结，系话个福音提醒咗我哋，复活拉撒之后，佢个几段嘅对话入边，同马尔大嘅对话就可以明白点解耶稣咧系要复活拉撒，所以讲得好清楚。当拉撒到死嘅时候，我不去住的，我可以早点去，等多两日先，等拉撒路死了。我会讲这些说话，我们每个人都明白。其实我们今天，我们过了很久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要在他的路，他说在一个死了的拉撒路的身上面，所以在他的身上面才见到耶稣就是我们来到的麦西亚。所以这两样东西呢，是有个很密切的关系在这里。死亡和復活是一个肯定的过程里面，如果没有死亡的话就没有復活。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圣经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看到耶稣如何可以验证着这个拉撒路带到出来呢，他就是一个复活的主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回今天圣经里面几个对话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首先来说，我哋都似米大一樣，我哋每逢遇到我哋嘅親人離世嘅時候，我哋往往我哋都好似瑪利亞講話，耶穌佢哋喺度嘅話幾好咧？我嘅親戚，我嘅親人，我一定會死。但係佢都話俾佢聽，係呢個意思，所以都冇鬧佢。矫正佢，佢若佢讲呢个说话就算数。咁然之后，耶稣咧就话俾马尔大听，佢话你知唔知拉撒路会复活嘅？当然啦，马尔大就话系喺末日嘅时候要复活，佢都知道，知个复活对佢有啲咩嘅意义喺度，所以好自然嘅随口而噏。你
就話你係麥西亞，你係拯救世界嘅救世主。所以你會睇到咁樣改變嘅時候，就係今日，希望我哋都能夠有咁樣嘅轉變。耶穌喺今日嘅福音裏面，單止讓拉撒路可以重獲生命，好想話俾我哋聽，佢自己就係生命嘅泉源。呢個咧係為我哋嘅信仰上面嚟講一個好重要嘅事物。所以耶穌所做嘅係車中嘅奇蹟，嗰個搖頭買大，相信佢就係麥西亞。所以今日我哋問翻自己，我哋究竟對耶穌嘅信心有幾多？我哋肯唔肯接受佢就係麥西亞？我哋要肯定佢就係呢個世界上面拯救我哋嗰一個咧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喺我哋教會裏面，係經過我哋嘅經驗，係我哋每日嘅體會，我哋先可以感受得到呢個嘅。所以我哋睇翻耶穌佢嘅福音裏面所提及到嘅嘢嚟講，耶穌嘅真病嘅奇蹟，你嗰度亦都提及到呢個嘅生命。所以佢話：如果邊個食我嘅肉有愛血嘅話，佢一定可以得到永生，而且喺末日要使佢。所以呢啲嘅説話一次又一次提翻我哋嘅聖經裏面咧，係表達出嚟，都係耶穌基督好想帶翻俾我哋。特別在領袖聖祭裏面，我們就說我們領袖耶穌基督的聖體，我們跟耶穌基督一起行走一條如意的道路，他能夠戰勝了死亡，戰勝了苦難，進入一個信息一定進入我們的身上。